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陈宇飞两局直落战胜英达农。首局开局，英达农虽然一度3-0领先，但被陈宇飞追至无平，比分陷入拉锯后，由陈宇飞以1分优势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英达农虽然一度追至12-13落后，但是连续几个的界外球导致了陈宇飞是8-12领先6分的优势，并保持到局末，以21-15拿下首局。第二局，陈宇飞强势4-0开局后，一路领先，以11-4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英达农在一度6-13落后的情况下，打了一波7-0扳平比分，并一路缠斗至18-0后，陈宇飞突然发力连得3分，以21-18拿下比赛。